几个过去，你搞土要抓菜了嘛？你是当然舍不得捡你灭噶，是不是？进去进去，拦你们也拦不到，不回去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叔，这儿来这两天你看嘛的，好热乎，让那个地主嘛去收货去了，还不回去了。见证奇迹的时候来了，这次比上次还是要好点了。哎，来不去的一头，今天的收获呢，还是比上次要好点的，龙虾。有小鲫鱼，还有鱼不跑嘛？这个鱼圈，看嘛嘞？这个鱼圈，这里，哎，太滑了，那还点小鱼小虾，放了呢又放不强不到安逸，老姐把它那个砸了，砸熟，应该是搞得得一盘盘，用来下酒，巴适得很。忘我说了，就那个杂成餐餐下酒菜，买那个王王的，没在那里放大鱼的，尽是往往些那个马杆上起来，真的是杀鸡用了牛刀啊，气死老夫了。咦，这个漏网之鱼说，看，还是一口肉哦。今天呢是我家二条消失的第三天，去找了几大圈都没找到，可能是我跟他无缘嘛，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。姐姐又没搞到多事哦，就整了点餐餐，还不是只有二天热天家噻，弄那个龙虾来心安一点。这点儿啊，我就把他那里炸了炸了，我俩说是下点酒啊。嗯嘛。把它炸熟点个。小鱼儿小小小呢，就不小破。这个鱼球呢，我把它破了噻，把肚皮的东西弄出来。洗个脚头呢，终于洗干净了。现在给它码喂，就这儿毛毛眼子里头哈。还有，烤个鸡蛋在里头，再来点芡粉，给它裹到裹到，软转。嘿，芡粉不够啊，整这东西噻，芡粉要多滴点喽，要把它那包起来。小姐，你在这天色真的想吃啊？啊哈，要得了，裹起芡粉了，烧好了，反正锅是洗了的。把手洗了，嘿，大门居然还拆的时间，看来就黑个了嘞。这个白天家太短了嘛，才5点过几点嘞。我烧都冒青烟了，都油了。哎呀，这个东西少弄点油，哎呀，节约点。油热喽，下火喽。哎，舅舅，把酒倒起哦，这个马上起锅了的哦，整不到两下的哈。来喽，第一批人员快起锅了，上岸了。来，第二次比肉哦，下水。嘿，炸的这个东西来砰砰响的。去锅
喽，在旁边调料就喝下酒喽。再来这儿嗨这面面，再来点花这面面 ，pass， 上菜喽。哎，就今天当那么久都到齐了，你说？哎，来吧，练练。好好。麻辣味道好不好吃？我撒了点海椒面花。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嗯。嗯，确实美味。来吧，朋友们，下酒神器哦，喏。哎，这里也压了口。好，来哦，可以压了口。来，姚姐，嗯，好吃吗？知道辣不辣？你看我母的这个狗啥子都要吃，海鲜它都要吃个吧。那么就你上嘛，这个哎，连连着菜，这个应该搞得动，还是不硬的嘛？嗯嗯，要硬不硬的？来喽，红梅，我跟我舅爷两个慢慢都吃喽。来，舅舅，来喽，红梅，弄起走，干了，你慢慢都喝哈。嗯。啊，舒服，拜拜喽。